没有，没有，还没有。这个他喵的是啥呀？大美丽，你把公主武器全拿了啊？什么呀？我可没有拿，不信你看。奇怪了，主城里就咱俩人啊，你没有，我没有，那公主武器去哪了？我怎么知道嘛？算了，大美丽，上车，我带你去抢公主。我操！大师兄，我喜欢开这个。那行吧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我操，大美丽，快救我！来了来了。你怎么还开着这只破玩意儿啊？大师兄，你可不要小瞧它。那好了，给你赛季头，再给你个自救器。那还有你最喜欢的 M416。那你呢？哎呀，我随便就行了。有，我操！来了来了，再给你一个三级头。你到底有多少啊？应该有几百个吧。哎呀，反正绝对够你用的。行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。老子子弹都打没了，你咋就这么能活呢？喂，我操！那个大美丽，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装备啊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